頭，所以譬如你接觸比較多的機構投資者或者一些大戶，可以說其實他們的投資意欲去到第二季呢有沒有減退到呢？因為樓價升過去去年七月呢，我們是諮詢關於外國物業呢是多了是兩成半的，兩成半。咁就香港比較特別少少啦，因為好多人為個人理由啊，或者去或者移民啊，或者係有啲係陪小朋友過去讀書啊，咁係都多咗好多嘅嚇。咁我過去喺依個做依個行業就係銷售海外物業咧，都有成二十幾年啦。我睇見個轉變好大，咩轉變好大咧？譬如話兩年前、三年前咧，如果譬如話有人去外國買物業嘅，可能係80%。或者85%係買收租嘅，投資為主。但係15%買自用嘅。咁兩年前、三年前開始咧，就轉咗啦，就係六成係買嚟投資，四成係買嚟自住。佢可能買俾小朋友用，或者佢嗰邊係讀緊書嘅，咁不如我買個物業俾佢，我唔好租啦，不如買啦，自己嚇。如果譬如我首期拎到出嚟。咁如果譬如話移民啦，嗰班嘢又需要有個需求喺度咯。哦，咁即係完全冇減退到啦。冇減退到。就算最近呢個季度，其實都應該你啲電話都聽唔停啦。喂，問題喺邊啲地區比較熱門啊？即係嗱，我 check 嚟 check 去，身邊啲朋友都係嗰幾個。即係頭先你講嘅加拿大啊、英國啊、美國都有啲嘢，少啲啦。美國有啲啊，少啲。係咯，係咯。你覺得最熱門投資真係真金白銀要抌大額過去嘅，其實邊啲地方行先？嗱，如果譬如睇緊舊年嘅全球外資最熱門的國家咧，倫敦，一定係倫敦，係啦，倫敦跟住係巴黎啊、哥本哈根啊、東京啊，係。點解會係呢啲地方啊？你覺得？一來因為譬如好似講英國嘅，佢個法制、税制透明度好高，嚇。咁譬如我今天我係賺到錢嘅買物業，明天可以轉錢去翻去任何國家都得。自由，自由啦，嚇嚇。哦，咁會唔會同咧當地嘅地，即係國家咧，又或者係地區咧，即係舊年開始比較多一啲嘅放寬嘅政策，亦都刺激咗好多嘅投資需求啦。即係譬如倫敦，我諗大家好多都做過功課啊，即係一啲首期方面係不停有寬免啦，同埋個首次置業嗰個嘅 stamp duty， 即係印花税方面，其實亦都50萬英磅留下嘅就係唔使俾啊嘛，即係之前印花税優惠 stamp duty holiday。Stamp Duty Holiday 嘛，即係呢一啲嘅政策係會唔會幾助長個投資嗰個氣氛？有一來當地咧，舊年七月咧就英國政府就宣布依個印花税Stamp Duty Holiday 啦，因為佢想刺激當地嘅經濟，因為房地產其中一係可以刺激嘅經濟嘅，咁同埋佢想希望係幫到當地人啊上樓。咁佢就咁我哋係真係多咗成交係多咗，資訊係多咗嘅。你覺得完咗呢一個 stamp duty holiday 咧，即係會唔會對個樓價會有比較大嘅衝擊咧？因為佢而家就分兩輪就完結㗎啦嘛，即係你啱啱六月就完咗啦，然後就九月過後其實就全面提升到即係如果你50萬樓下，其實由零嘅 stamp duty 即係首置啊，上翻去就8%。冇錯。咁有啲我唔知道我睇外國嗰啲新聞咧，有啲 agent 咧就話：哎呀，都驚咧會唔會有啲塌訂個案，即係做唔切嗰啲又或者嚟緊大家都冇咁大興趣咧，因為呢個買樓始終個 stamp duty 佔嘅比例都幾高啊嘛，呢個成。除了你話擺首期以外，你覺得會不會對氣氛有影響？如果譬如當地咧，始終佢哋係當地政府，英國政府咧就希望佢哋係幫當地人 instead 佢係租樓，而係希望去置業。咁如果譬如話好似我哋香港投資者想去英國投資嘅，咁你知道香港樓幾貴嘅？係啊，你香港一層樓，咁喺嗰邊1000萬可以，好似我啲客户。去買咗香港三房嘅喺尖沙咀嘅2000萬，佢可以買三層喺雷丁，仲有錢喺個saving嘅咯。